好啦，大家好啊，欢迎你又嚟到呢个协恩嘅 Bang Bang Channel 啦。嗱，今日我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一条啦 ，HKCEE 1992年嘅 Paper 2第23条嘅 MC。嗱，好啦，事不宜迟啦，先望一望题目先啦。咁佢就话啦，喺下列各方程啦，就 which of the following equation 啦，系咪啊？就 has 啦或者 have 啦，solutions 啦，即系有解嘅。OK， 咁以下有3个 option 啦，咁我哋不如就逐一击破啦。嗱，不过讲真啦。你留意翻3個 option 咧，其實咧佢哋嘅 left hand side 咧，其實每個都一樣嘅，見唔見到啊？都係二 cosine square theta 減 sin 二次theta 咯，係咪啊？咁所以其實咧，你可以咧一鋪過做嘅。咁好啦，咁首先我哋逐一擊破啦，睇下第一個 option 先啊。好啦，咁啊第一個 option 啦，咁佢而家就話二 cosine 二次 theta 啦，再減。sin 二次 theta 啦，就等於一。嗱，如果你俾我做咧，我繼續咧喺呢一邊啊，咁啊二啦，跟住橙色部分啦，我攞支或者我攞支黃色 highlight 啦，黃色部分咧我就會點處理咧？嗱，希望你仲記得有條公式啦，我喺右手邊熒光幕嘅右上角啦，寫低呢條公式啦。嗱，希望你仲記得啦，就係話我哋可以就係有條公式啦，就係 sin 二次 theta， 希望你仲記得啦，就再加 cosine 二次 theta， 其實就會等於咩啊？冇錯啦，就等於一，係嘛？咁所以呢一度咧，咁我哋就框低佢先啦。咁即係換言之啦，咁啊，我以前教你嘅時候咧，呢一條公式咧，其實可以引申多另外兩條公式出嚟嘅。咁啊，其中一條就係咩咧？就係我哋留個 cosine 二次 theta 喺度，跟住將個 sin 二次 theta 咧就調過去右手邊，得唔得啊？咁所以即係換言之咧，我哋可以出到咧引申多一條公式啦，就會係以下呢條啦，就留個 cosine 二次 theta 喺度啦，就會等於乜嘢啊？係啦，咁跟住之後將呢個 sin 二次 theta 調過去右手邊，就減咗個隔離，咁就係就係一減 sin 二次 theta， 咁所以得出嚟咧就會係呢一個咯，得唔得？好啦，咁所以即係話而家以下咧，我就會用黃色呢一條公式啦。嗱，其實黃色呢條咧就唔使背嘅呢條公式，不過咧，我建議你識得用上面嗰條去 derive 佢出嚟咯。咁所以其實咧，即係換言之啊，呢一度咧就會係根據黃色嘅公式啦。sorry 啊，係啦，就會係一減 sin square theta， 好啦，就再減 sin square theta。就等於一啦，好啦，而事實上啦，兩個箭嘴乘翻入去啦，咁第一個箭嘴，第二個箭嘴係嘛？咁所以乘入去嘅時候啦，呢度會出二啦，第一個箭嘴，好啦，再減啦，就減咩啊？第二個箭嘴乘入去嘅時候咧，就會係負二 sin 二次 theta， 同埋後邊仲有減 sin 二次 theta， 即係 total 減夠幾多個啊？就係3個咯，咁所以就減3個 sin square theta 就會係等於一啦。咁而事實上啦，你會發現咧，其實喺呢一度咧，我哋再做落去嘅情況底下啦，調位啦，係嘛？首先將個負三 sin 二次 theta 調過去右手邊，就變做三 sin 二次 theta 啦。嗱，與此同時啦，我就會將呢個一啦，就調過隔離啦，就係二減一，咁所以即係出一咯。咁左右兩邊等好，左右兩邊調轉寫就出咗呢個結果噶啦。咁最後啦，你會發現咧，咁即係佢而家話俾你聽咩事啊？就 sin theta 就等於1/3。咁結果咧，則係換言之啦 ，sin theta 係啦，二次方調過隔離就會係正負開方根啦，係啦，就會一。/3 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度咧，我諗我都要有必要話俾你聽咧。其實上堂都講過噶啦，我哋就係有一個咧叫做 sin curve， 希望你仲記得啦。嗱，咁我畫低咩叫 sin curve 咯，係啦。嗱，咁其實咧呢、這個叫做 theta 啦，呢個叫 y 啦。sin curve 嘅意思咧，即係話咧，希望你仲記得啦。sin curve 就係一個類似波浪形狀嘅咁嘅圖形啦，係嘛？咁而喺呢一度咧，我哋呢個位咧就係0度啦，180度啦，同埋仲有就係360度。OK， 好啦，咁所以換句説話嚟講啦，即係話呢個位咧。就會係一啦，而呢個位咧就會係負一，咁其實最高嗰一點咧
就係一嚟嘅。咁而最低嗰個點咧，呢度拉過去咧就係負一嚟嘅。咁所以其實即係簡單一句啦，呢條 Y 等於 sin theta 嘅呢條 curve 咧，佢都係介乎喺一至負一之間發嚟發去嘅，得唔得？佢唔會跌出呢個範圍嘅。咁所以好明顯啦，而家呢嚿嘢咧，咩叫做正負開方根一 over 三咧？嗱，如果你撳機啦，就開方根一除三三括弧啦，其實佢係0.577350269嚟嘅，咁所以都係正負0.577350269啦。你撳機你會見到，即係介乎咗喺呢個範圍裏邊咯，就係一至負一之間咯。咁所以其實呢個一定有 solution 嘅，得唔得？咁所以咧，其實我都唔再做落去啦。咁呢個梗係正確啦，得唔得 ？OK， 掂唔掂啊？咁當然啦，嗱，攞支藍筆啦，呢個係正確嘅。OK， 得唔得？好啦，嗱，咁跟住繼續去咯噃。咁至於第二個啦。第二個啦，咁你會發現咧呢條題目咧個 option two 咧就會係二 cosine square theta 啦，就減 sin square theta 就會係等於二啦，係嘛？嗱，而事實上啦，咁我都講啦，呢一橛咧其實同呢一橛係完全冇分別嘅，所以呢堆做出嚟嘅內容咧係。完全一樣嘅，得唔得？嗱，呢堆做出嚟嘅內容啊，係完全一樣嘅。咁所以喺呢度咧，我都嗱嗱諗咧，就 replace 翻，即係話二再減呢個嘅三 sin square theta 就會等於咩咧？今次就照抄翻個二落去咯，即係我抄呢一橛啊。見唔見到啊？抄呢一橛就落嚟呢一橛度，係咪？因為左邊完全一樣噶嘛。咁所以其實繼續落啦，你會發現啦喺呢一度啊，將個減三 sin 二次 theta 調過右手邊，咁即係換言之係三 sin 二次 theta 啦。咁與此同時就將個二咧就調去左手邊，就減咗佢。咁即係換言之呢個係零啦，左右兩邊調轉寫啦等號。OK， 咁跟住最後啦，就 sin 二次 theta 係零 over 三，乘三變除三調過隔離啦，咁就會變零。咁所以終極啦，你會發現就係 sin theta。就會等於零咯，係啦。咁當然啦 ，sin theta 係零，當然梗係有 solution 啦。咁個 solution 就喺邊啊？就係喺睇下留意下呢幅圖啦。我用粉紅色筆畫俾你聽啦。當然就係呢一點、呢一點同呢一點會出零咯，係咪啊？明唔明我講咩？咁所以佢係有 solution 嘅。咁就嗱，我拆翻啲點啦，一二三，係啦，我拆咗佢先啦。係啦，咁費事擾亂你啊嘛幅圖。咁所以呢一個咧應該都係正確嘅。OK， 第二個。好啦，咁至於第三個 option 啦，咁我哋繼續去研究下第三個 option 咯。嗱，第三個 option， 咁你會發現咧一樣啦，就係二 cosine 二次 theta 啦，就減 sin 二次 theta。佢不過今次唔係等於一，唔係等於二啦，係等於三。嗱，如果咁嘅情況咧，因為而家你會發現咧 ，left hand side 呢邊咧就同其實呢一堆咧係一樣嘅，咁所以其實梗係照抄翻呢嚿嘢落去啦，就係二減三 sin square theta。咁所以其實喺呢度啦，我下一步就會寫二減三 sin square theta。好啦，就會係等於三啦。係啦，咁所以換句説話嚟講啦，將個減三 sin square theta 調過隔離啦，就係三 sin square theta。好啦，等於乜嘢咧？就將個二好啦，就調過隔離，係啦，就變做誒、哎、真係喐咗佢添。將呢個二啊，成個就調過隔離，即係三減二咯，係啦，咁就變咗做應該係咁講，係將個三係爭啲出事，就調過嚟呢邊啦，就二減三，即係負一。咁所以左右兩邊調轉寫啦。OK， 好啦，咁所以換句説話嚟講咧，即係喺呢度講緊乜嘢咧？就係話 sin square theta 就會等於負一 over 三。好啦，都幾搞笑嘅，而家你會發現咧，都幾唔合理嘅。sin theta 跟住再 take square 係嘛？即係一嚿嘢嘅二次方，竟然可以出到負三分一，出到負數啊！梗係冇可能啦，因為任何數 take 完 square 之後，二次方之後都會出正數噶嘛。你點會出到負數咧？仲要負三分一咧？係嘛？咁所以其實根本上就冇可能嘅。咁即係 reject 咗佢啦，捨去咗佢咯，係嘛？咁所以其實即係喺呢度咧，根本上呢度係完全唔會有答案嘅 ，OK 得唔得？咁即係換言之，正確答案就係 option one 同 option two 係啱咯。咁所以好啦，睇一睇啦，答案都呼之欲出噶啦。咁就係揀 option one 同 option two 啦，即係正確答案就會係 D，OK 得唔得？嗱好啦，咁啊睇下今日大家有冇啲咩特別問題啦 ，OK 好啦。
如果冇嘅話咧，我哋就嚟到呢度噶啦噃。OK， 好啦，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啊！希望下次有緣嘅話，我哋再見啦。嗯，拜拜。